啊，大家好，今日就是TV3850的制作场景同埋Facebook 群组嘅。咁咧，今次我哋就睇下先，就啊，太混乱。陀螺海报啦，呢个系 Coco 陀螺箱盒嚟，入边都有。咁咧，平时如果大家会见到咧，就会变咗喺度拍嘅。记唔记得当时嘅场面？好，而家介紹 Facebook 群組先。呢度呢度就我 page 要出落页咧，但系咧就个就系 TV3850。有不同的陀螺，是啊，在教务今年对开工破冰雨蛇，这个是破冰雨蛇开工呢，那自己揭发了。好，这个是 YouTube，先拍收件事，TV3850，仲有介紹Tommy 嘅網頁。
呢個就係頭先啱啱拍完啫。跟住有隻唔知係咪龍嘅。呢隻暗黑龍，好，多謝收睇。